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耶、我跟你讲，我跟柯P多年来的好友，我只能在这个时候罩他了。欢迎收看这一集的红杆老司机。哎，这应该第二集吧？好，如果第一集反应好的话，没意外，这是第二集。好，今天由我们的柯P来当老司机，帮大家请到了一个希望能够提升我们影片流量的女主角。柯P当老司机来载她出去兜风一下。好，那我们欢迎今天的女主角。是我们的 Swag 的 Creator 女主播可可。哦，介绍一下可可 Swag Creator。来，我们如果在现在问什么三围啊、身材啊，那不是我们这个频道的宗旨，好不好？我们这个是一个 High Class 的频道。那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下流量密码？流量密码是32C2433。有记好了吗？自己组密码。哇，真的是流量密码。那我们的身高呢？身高的话，因为我今天有穿高跟鞋，我加高跟鞋的身高好了。好，170。哇，真的假的？哦，难怪跟隔壁差不多高了，惨了。嗯，没关系。好，坐下来都一样，躺着呢。也我们今天啊，待会我们会有几个环节。我们今天是来帮我们的 Swag 的 Creator 女主播做一个宣传，那顺便呢跟观众朋友互动，举办一些小游戏，好不好？增加一下可看性。你待会也不用紧张了，我们这就很简单哦。我们柯P老司机就会开着车子带你出去，在车上跟你聊聊天啊，聊聊心事啊，增进一下彼此的感情啊。好，就这么简单而已。会聊得很深吗？很 detail 吗？哦，那。这个就要看当下两个当事人是否合意聊得来的话就会越来越深啊，聊不来可能就浅浅的而已下车这样。对，我怕是很尴尬而已。第一个游戏环节叫做女友拍照王，先这个进入下一个游戏环节 Go。 耶、好了，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这样子的名场面，看起来像要拍全家福一样，好不好？接下来这个游戏规则就是由我们媒体部的四位成员，那待会呢，你们一定要充满了爱意，帮想象中的女友拍出一张好看的照片，然后我们会上传到我们的社群平台，然后票选赢的有奖励，好不好？那帮我们投票的观众也会有奖励。好，那我们就下去拍吧。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了，计时开始了。哦，这个有想法的哎。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时间到，开始喽，计时。30秒，好，三张，好，下一位。哎呦，戴上有想法呢。时间到。耶、第一个环节结束了，辛苦了，没想到拍个照竟然那么累，跑来跑去，然后还很热，还会流汗，还要爬到引擎盖，还要推车子，上山下海。我想说拍个照应该是很轻松的工作，没有那么轻松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这个Swag女郎没有那么好当，你们看好像很轻松，其实很累。好，接下来下一个我们的主要的环节来了，红杆老司机，我们今天帮你选定的这一台引擎盖上面有一个出风口的车子。你之前有看过我们这个节目吗？没有。哎、当然，因为还没有上片。这是新节目，请尽情的发挥，尽情的表演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上路啦，出发。哎、换你了、换我。那换你处理了。换我处理。我要处理阿珂。OK。来，开始哦，来，那个阿珂，你看着他的脸哦，说你好，我叫柯P。你好，我叫柯P。你好，我是可可，今天有幸。让你载着我，你知道我柯P的柯是哪个柯吗？不是市长那个柯哦。要不然是哪个柯？柯柯的柯，柯柯的柯。柯。哦，好。我们今天开这一台，你知道是什么车吗？今天开这一台，你知道是什么车吗？不知道哎，我知道是一台蓝色的车。我唱给你听，我唱给你听。谁敢来飙台？
谁干的？又嗨。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台语吗？谁干的？又嗨。为什么阿克一副很尴尬的样子？我不懂，我不懂。浩南哥，你知道吗？浩南我知道，浩南哥我知道啦，但是我不知道他那几部电影的系列就对了。浩南就是妈妈死掉都会在灵堂里面哭那一个啊。浩南就是妈妈死掉会在那边哭的那一个。可恶，这个我笑了。好，那我们出发了哦。那我们出发咯。好，我们要去哪？去找看看有没有地方可以休息。去找看看有没有地方可以休息。找。哇，你想塞家？好。哇，好酷哦！这引擎不一般哎。虽然 Swag 很有名，可以跟大家分享网站里面有什么好玩的吗？虽然 Swag 很有名，可以分享一下网站有什么好玩的吗？Swag 嘛，有蛮多种不同的主题耶，像有限动。限动的话就是30秒的短秒数的短片，7到20分钟的长片都有。那有像我的就是开箱片，然后也有剧情片。现在最受欢迎的就是直播，晚上都有那种世界各地的 creator 就是会上来直播间这样子。哦，这么多种哦，那你喜欢长的还短的？这么多种。对啊。那你喜欢长的还是短的？我喜欢哦。我喜欢刚刚好的，长短要适中。看他的眼睛说，你的眼睛好漂亮。你的眼睛好漂亮。哦，真的吗？世界上有两种东西我没有办法直视，一个是太阳。世界上有两种东西我没办法直视，第一个是太阳。太阳，对。第二种是？第二个你知道是什么？我的眼睛。爬点菇。不是爬点菇。啊，你是哪里人？你是哪里人？我是南部人。南部人，台语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我是宜兰人。你知道好吃宜兰人怎么说吗？你知道好吃的宜兰人怎么说吗？好吃台语哦，不是都差不多吗？就是喝价。不是，进喝价。不是，进喝价。要哦。我们都起进站。我们都起进站。玩进无端。进站。对，玩进无端。漫画角色我最喜欢静香。漫画角色我最喜欢静香。如果手电筒没电，我都买静亮。哦，都一定要静开头就对了。你知道梁静茹吃西瓜兔子叫什么吗？你知道梁静茹吃西瓜兔子叫什么吗？静茹厨子。哇哦，好。你不要看我是大叔。你不要看我是大叔。我也是有很多女朋友。我是有很多女朋友的。真的吗？我常常都会帮助他们。我都会常常帮助他们。就像上次有一个身世不太好的，他说妈妈生病要钱，弟弟又身心障碍，我都有转钱给他，真的很可怜。他说妈妈生病要钱，弟弟又身心障碍，我都有转钱给他，真的很可怜。网路认识，他会跟我联络。今天他爸爸又出车祸，要死完了。你都带他们去哪里约会？车上就很棒，车上就很棒。泡温泉也很棒，泡温泉也很棒。餐厅吃菜棒，吃肉棒。还有餐厅吃菜棒跟肉棒。吃菜棒吃肉棒啦、啊哦！吃菜棒，吃菜棒跟肉棒。哪一种肉棒啊？牛肉的肉棒，鸡肉的。吃肉很棒。好，对不起。这个有点歪，这个很容易歪。上次有个女朋友找我去洗鸳鸯浴，洗完她就跟我分手了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洗完她就跟我分手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不知道。因为我买了一盒水鸳鸯丢到浴缸。因为我买了一盒水鸳鸯丢到浴缸。我活40几年没听过这种要求。别太强。我活了40几年没有听过这种要求。现在年轻人很棒，都有 Swag 可以看。现在年轻人都很棒，都有 Swag 可以看。像我们以前只能打0204，找思思小可爱跟小龙女，就找小思思跟小龙女。小思思，思思小可爱啦。小思思，啊，0204等你哦。就是、那你是杨过吗？不是那个0204等你哦。电话。哦好。
那怎么玩？怎么玩？譬如说我打给你啊，哦，比如说我现在打给你，嗯，喂，你好，喂，你好，你好，喂，请问可以聊色吗？宝贝，这样吗？请问可以聊色吗？你聊色。你喜欢黄色还是绿色？你喜欢黄色还是绿色？好，我没想到是这个问题，我想一下。我是觉得今天开的车蓝色就不错。对，我太 dirty 了。那你这样子，你听说过 swag， 那你有没有上来过？本来没有，但是今天我就正在体验了。本来没有，今天我正在体验。哦，对啊，而且是近距离耶。听说你们的薪水都很好吗？我们的待遇还不错啊，一分努力一分收获嘛。那如果两分努力呢？那如果是两分努力呢？我说不太好。那有开放男生吗？开放男生哦，目前可能男优部分也许有，你可以报名一下。我想当主播。主播男优。那你们平常都在表演什么？那你们平常都在表演什么？那你们都平常在表演什么？女生的话，我们直播的话可以分为就是公开直播还有私密直播。公开直播就是平常的尺度，私密直播的话就是粉丝要付钻才可以看一些大尺度的表演。哦，那今天可以跟我们的观众分享一点私密的吗？今天可以分享一点私密的吗？私密的要在马路上分享私密的是吗？好了，可能色色的啾咪好了。用舌头。好了，可以了。够了，可以的。我好了，我好了，好，我好了，我 OK 了，我 OK 了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我现在有一点难转弯。我现在有点难转弯，因为方向盘被卡住了。方向盘被卡住了。那镜头要调下去检查一下。你知道最早的三级片《台湾水电工》吗？知道最早的三级片《水电工》吗？有听过。本来想找我拍续集。哦，真的吗？台湾瓦斯工。台湾瓦斯工。后来没有拍了。后来没有拍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后来大家都用天然瓦斯。好啦，好像有点尴尬。你喜欢听 rap 吗？好啦，好，有点尴尬。你喜欢听 rap 吗？有什么喜欢的饶舌歌手？你说饶舌对不对？有没有喜欢的饶舌歌手？饶舌最近台湾的都不错啊。最喜欢的是顽童，然后九一的也不错。好，刚好我也会一点，我来表演给你听。好，刚好我也会一点，我表演给你听。好。南港展览馆南边槟榔摊，南港展览馆南边槟榔摊。买槟榔要跨过蓝色的围栏，买槟榔要跨过蓝色的围栏。让我觉得很为难，让我觉得很为难。我只能把槟榔叫出来，我只能把槟榔叫出来。跟我念一遍，哟，槟榔叫出来。你跟我念一遍，哟，把槟榔叫出来。把槟榔叫出来。哟，槟榔叫出来。哟，把槟榔叫出来。把槟榔叫出来。叫出来。把槟榔叫出来。啊，就买不到，叫他送出来啊。就因为就买不到，叫他送出来。对，槟榔叫出来。我说一个关于面试的笑话给你听。好。有间公司要应征女优。有间公司要应征女优。第一个面试者。面试官请他眼睛闭着，拿一个苦瓜给他摸。面试官请他眼睛闭着，拿个苦瓜给他摸。他摸到一粒一粒的，就说是苦瓜。他摸到一粒一粒的，就说苦瓜。对。面试官就说好，明天来上班。面试官说好，明天来上班。好，第二个面试的。这么 easy。第二个再面试，一样不能看，一样是不能看。拿了一只绿色的蔬菜给他摸，他说是小黄瓜。他说是小黄瓜，面试官说很好，明天来上班。好，最后一个来面试，眼睛不能看哦，眼睛也是不能看哦。然后拿了一个紫色一条蔬菜给他摸，就拿了一条紫色的蔬菜给他摸。紫色，是茄子吗？对，很好，你明天来上班。对，很好，你明天来上班。哦，
哇，太好了，今天中面试到人了，我们可以回去了。我也没想到我竟然有工作了，谢谢老板。我可以，我们可以回去了。最后再宣传一下吧。最后我们再宣传一下吧。Swig 连接放在置顶留言。Swig 也在招募聊天女孩，听说月薪待遇也很惊人。那我们一并会把报名网址放在置顶留言哦。我们可以做自己的，还是你要不要唱一首歌给我听？我想听你唱歌。有够尬。你要唱一首歌给我听，我想听。什么啊，这个人，什么东西啊？那可以唱一两句来给观众朋友听听吗？还是你唱个两句给观众听？清唱哦，哦，有点害羞。唱我昨天唱过的《提亚》好了。打开了窗户，突然想起。阿哥，你要拍手伴奏节啊！你在的世界，会不会？哎，他没有在节奏上哎。哎，怎么不拍？想来想去，我对你想来想去，想来想去，这几冬我的打拼甲认真，拢是因为你。希望月光带你回来阮身边。哦，拍手耶！哇，谢谢，好听耶，真的哦。到时候我出 EP 要支持一下哦。可是歌词唱错了，哎，是吗？应该是看鱼啊，底下游来游去。是看鱼啊，底下游来游去，游来游去，游来游去。不是这样吗？是这样吗？我甲你游来游去，游到半暝。等一下，那个是游好吗？啊、那个是游，你这是框我不懂。游来游去，游到半暝。原来是我唱错，不是你唱错。原来是我唱错。可以可以，你这个聊天男孩这样就可以。可以哈。对，这样就可以。哦哦哦哦哦哦，酒嘞！是外面会听得到那种那种酒啊，酒来酒去，赶紧加戏哦！哦哦，哎呀，死了！啊，这台车会不会觉得很难坐？这台车你会觉得很难坐吗？不会啊。会觉得很跳吗？不会到不舒服。会觉得很跳吗？比一般的再跳一点点。啊，这是故意的，为了你。这是故意的，为了你。为了我，因为观众喜欢看跳的，因为观众喜欢看跳的。哦，原来你们才是真正掌握流量密码的，我这时候正要放大，是不是？那你可不要安静在旁边一点。对，就是这样。这样流量才会好，这样流量才会好。哦，你们很坏。哎、欸，前面有坑洞，我先过一下坑洞。前面有坑洞，我过一下坑洞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好弹，好弹。哦，不错，我再多找一些坑洞来。不错，我再多找一些坑洞。你有规定一天要开几个小时吗？我目前是没有。你也会希望我上多吗？我希望你上我，不要上多。我希望你上我，不要上多。哎，等下这是你自己讲的还是那个话筒那一头？不是我讲的，我不是我讲的，但是我听你讲。这样子会改车，那你会开的就是会很快吗？会去开山路，那你会真的会放一杯水之类的吗？就是像藤原破海那样，是不是会吗？水是不会破出来，可是椅子有时候会湿湿的，因为渗尿，为什么？因为渗尿。我原来是本人看没尿啊。不过女生坐旁边也有机会椅子湿湿的，女生坐旁边也有机会椅子湿湿的。紧张流汗，紧张流汗。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真的是要回去写铺经了，超铺经了。啊，被搞哎呀，安在恋爱呀，对啊，开心来结束了，好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耶！尴尬吗？好尬，啊你你也尴尬吗？还好哎，被搞哎，可是我就觉得，尬的就是别人了。
对，不尴尬，尴尬就是别人。那最后我们还是会把我们相关的这个宣传放在置顶，好，还有放在我们的说明栏里面，也要记得追踪，好不好？今天非常谢谢他。那我们最后有一个统计，哎，你有没有猜到第一名是哪一张？我选了四张我喜欢的，对，但是我不知道男生喜欢的口味是什么。我跟你讲，男生喜欢的就是二号，趴在车上那一张。趴在啊！你们这些男人哦，莫名其妙，好不好？那我们接下来这个我们有奖励环节，那当然有参加我们投票的观众朋友，我们也会抽出十万个的3000钻，哦，在 IG 跟 FB 各抽出一名，好，哦，然后还有我们公司提供的一些相关的好奖品，那接下来冠军就是我们的芒果，来啊，来领奖励啦！那接下来就是奖励环节了。那喜欢我们的影片也记得订阅、分享、留言、开启小铃铛，下次见，拜拜。Wanna take my time with it, and it's too late to signal out. I'm already about you now. I don't wanna waste my shit. Don't shout.心跳很快，超刚才跳很害羞，没有，我身体都没有动，我身体都没有动，我克制自己，我克制自己。没有动吗？脚头没有，脚头没有动哦。脚头有动，有动，有动，有动。我不性感是吗？很性感，很性感。很性感，很性感，都没动，好不给面子哦。有动，有动。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喜欢的记得追踪，开心小分享，拜拜。